人生学到中间，咱一定要认理是守，袂使当讲一话，啊，咱就听。咱的前人者，咱的典范师，要甲咱讲，咱听袂到。一人外口就讲，来听到所有传说，食亏什么人？是咱食亏，毋是迄个讲的人食亏咯，是咱食亏。你唔修，是你的代志。家己讲的话，所以人生最好是好，安尼呢，咱人生都是世间，得到多，哦，也简单。啊，得到多，咱也无修，咱也无修，空空，真是多大一番水分，安尼咱。所以，咱只能话，希望讲咱尽力来行。啊，过去呢，那从道甲放哦，安尼那就从那边做那出来做。但是今仔日透过这个时间，今仔日以后，咱来尽力实修，加快咱的加，加快咱的脚步。因为你个想，那今年那七十岁的人，你个想，要我不让我来接，哎呀，我不然哪能来看？我能来哦，看你在干啥？啊，你这，你不是要去七十岁啊？我来看这方面啊，七十岁啊，我这啊，你讲啊，你讲看这是要过奖嘛？你讲，好。哦，啊，你读的是啥？我教你嘛。啊，咱的科技，我的科技啊，外头去吧。我这。道理，真理是要传咱本地。哦，不是要咱听新鲜啊，不是要咱听新鲜啊，你还要听新鲜啊？就上万啊啦，好听你来讲。哦，啊，同你咧讲，听咧，足烦人消息，听讲你真正听几波，听几年，后壁爱讲来。哦，伊真正足好讲，讲两句就要地理，讲一面就讲袂了，遐讲咧就新鲜。所以咱来了解，真理是要互咱收的，毋是要互咱来新鲜。哦，今仔日，咱伫遮。还是很好，是真正从咱的文天技巧，非真正当放下，会打一挂，真理打一挂道德，但是我不会安那无聊，因为咱诶钱，那万万年无得去啊，诸位开天修为这边一堆修行，那么是一堆。你不能老多年，你不能老多年的三三波，那你是准备问大家问老菜，啊，咱今天就是这个东西，啊，所以就改变等级，但真正会使到八不离，会使更加放落去放落去，较长心的，餐餐把菜用掉，来餐的话，因为。咱无信，咱无鬼，咱只有会使咱在心里来听，来合来思，咱人生就会得。啊，今仔日讲到这，后礼拜来讲这五章，啊，因为五章，五章呢，我讲了。
Hoy, we see, that is better than us. Unco, Tape, waiting at the same time, like so that the Lapsu. Jinny Yawdon, Jordan, Jinny Yawdon, Jorda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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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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